欢迎收看电竞高一剑啊！不知道大家平时排位的时候遇到弃运儿是什么感受？反正我是很慌的，哪怕他是个 B 级幸运儿。借用某位榜前屠王的话说，除了 S 级前五的那几个，剩下的都跟人机一样。那至于是谁，你们都认识啊？但我不说。嘿嘿，好了，开局先连剑，然后开始修电机。铁皮人，我这电还没攒够呢。不行，这波得搞个电，不然死得更快。吃你一个炸弹，我都要攒好。好，开始转点，就当我先让你半个血好了。囚徒在这个废墟里面还是有很大发挥空间的。作为一个修机位，囚徒基本上是没有 debuff 的，就算是没攒到电，也能够牵制一会儿啊。啊，我用半个血代价换了电，就这么用掉了。哎，不管了，只要能拖时间，哎，那就是好技能。这个位置好像有点被卡死了呀。哎呦，还行，差点就被秒杀了，顺手再盖一个板子。哎，美滋滋，死和远，小叶我来啦！哎，不是吧，这个炸弹连这么准，这一波差点把我炸懵了，我都感觉他们是不是瞎丢的，还守住了调香师遗产机，难搞哦。好在幸运儿黑妹电机已经起掉了，这把节奏还可以啊。他来了，他带着欧皇枪来了，可以无伤接近椅子。小伙子够果断，老哥你要不开一枪爆转点啊？不搞了，直接朝着大门废墟冲啊！今天我就不回头了，翻窗加速走你！这老哥追得还挺紧的，哎，我再多你一颗炸弹。我感觉他已经慌了呀，这炸弹开始丢歪了。可以，赌的就是你这种慌。嘿嘿，我翻套路，我就再翻回去，炸弹我就躲。沉迷躲炸弹了。哎呀，这个真是白给啊。不过没事啊，幸运儿应该有枪。可以，我翻翻。哇，什么鬼啊，这恢复这么快的吗？我从下地球到翻窗户这才几秒钟，这枪才控制个3-4秒吗？算了，今天这个椅子不是上定了，希望他们的电机可以开完吧。一个80，一个86，还有一个67。哦，那可以啊，感觉他们还能再来压死就一波。来了，哪个男人又来了。邦邦这波失误了，走你。好，幸运儿这波把我扛了一刀，直接带到大工厂去，一会儿不干扰他们开大门。我看时间也差不多了，而且我只有半个血，让他们直接开算了，要不然一会儿被邦邦近身炸弹炸死，连大心脏都救不了我了。开了，先去排一下地窖。工厂的旁边的废墟没有，再去看周厂。他们开门还是挺快的，走，你们直接走，我去找地窖，找不到就三跑好了。这中场也没有啊，那真的是天要亡我。不行，我不要祭天，继续跑。那地窖的位置已经很明确了，我就不相信我赶不过去。慢慢加速走你，冲啊。哇，这都让我跑了地窖啊，这帮帮怕是心态崩了呀。可以，这把囚徒带飞修机位，随便说说的，你也行。溜了。